Hello， 各位粉丝，各位朋友，你好，我是陈翔。那其实我今天已经开始工作，开始开拍了，因为我确定我的脚已经没事了，已经没事了。之前那个演唱会的时候稍微去弄到了一下，那这几天都有充分的休息，不乱动。那其实大家都很辛苦，尤其这个剧组，我们的时间很少，然后我们要赶快，大家赶快继续努力的拍完。洪正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，每个工作人员，大家都是同心协力。那我已经没事了，就是完全的康复，然后现在在认真的拍戏，拍饭。如果你已经按赞了，拜托传出去，把它散播出去，让它在网络上越来越多人知道。那其实，篮球题材的戏其实已经很少了。那其实我们这次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做起来，然后再让台湾有新的篮球作品一起更好。那大家我真的没事，不要再担心了。那就谢谢你们的关心，那大家都是很努力，那就一起